春节开跑，但其实很多行业没有假期，像是国家资通安全研究所，有不少人轮班坚守岗位，随时待命应变，提供公司部门不间断服务，强化自然应变韧性，24小时守护台湾数位疆土安全。先暂停一下，稍早访问。过年啦，或者是国庆日，或者一些特定的一些节庆，比如说我们刚经过的大选啦，之后五月开始可能会有的报税啦，那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新闻事件，在这些比较特殊的时节上面，我们其实都会配合治安署去成立警戒专案，那去让我们目的呢，就是让我们这整个通报的管道能够横向纵向可以更顺畅。以这一次春节期间警戒专案来说，治安院以三班制提供治安监控服务，定期调整轮值班别守护资通安全。为了慰劳轮值同仁，除了依法几假几薪之外，也额外给予值班津贴补贴。